中国活动来看，为伫咧全省工业区的中部盐市河尾新港两乡镇居民的重要信用中心之一。每年的旧历七月29号即天，庙方拢会来举办一个地藏王菩萨圣诞的超白法会，祈求地方会当平安顺遂。位于全兴工业区内东埔岩主事观音大师，每年7月29日地藏王菩萨圣诞之天，拢会举办超白法会普度众生。7月29啦，哈，咱东埔岩观，咱地藏菩萨千手啦，啊，就是咱一个法会啦，普度700多地啦，啊，咱一个搁超白团啦，我那数千个呢，数千位啦，吼啊。今日就是跩吼，大家按落一个铺，一个铺道，就是要咱这顶哦，善男信女，大家平安顺利啦！啊，路会咧行，让大家平安啦。东埔岩是河尾新港地区民众的信用中心，今年铺道超过700道，真侪信众气工，一透早就来庙的斗三工。陈秀霞主持表示，真正真感谢所有志工来帮忙，尤其是督办的志工班长葛祖宝，号召好朋友到顶来煮要拜拜料理，大概五六点半就开始无闲。爱熬煮啊！旺来呢，爱做旺来呢。所以哦，你看安尼，几啊百地拢捐出去啊，拢是捐咱各种头的，有人来咧提啦，啊捐了较艰苦的人啦，啊有提去救助咱咧山顶的啦。有一百地提起位山顶去啦，安尼是咱迄个较袂当到的所在啦。陈秀霞主持指出，除了庆祝地藏王菩萨圣诞成就，庙方也特别设置超拔团，要来普度众生，完成这注定。普度法会结束了后，也将数百份的普度品送到山顶或者是学区内需要帮助的家庭厝内。台中华新闻叶宏武、何美彩、洪报道。